华山1914的文创园区现场。那今天呢是什么样子的场合呢？Big Fair 台北2019，我们的台北创客嘉年华。好，我是 Camp 教育团队的阿吉。那我们团队的话，就是在做各式各样的科学的教育，从小朋友到大朋友都有教。那我们参与了台北的 Make Fair 已经非常多年了，很高兴今天可以在这个节目中遇到大家。第一棒就是你碰到以后就会死掉了。看到这个线弯成这样，就知道这两个同学设计这个活动非常的没有人性，难度很高。不要笑，手不要抖。死掉！是这样的 AI 视觉小车的平台，那机器人看得懂路牌，所以呢，如果我今天放这边，这个是电子互动的积木，我们透过简易的模组，让小朋友知道输入跟输出的关系，所以你看它这样变慢，慢慢转又变快。真的停下来了，而是它的这个灯去扫射它的时候，在我们看起来的时候，它是在同一个角度下面，所以我们看起来它好像是停止，但其实没有，它还是持续的在转。学习一下呢，其实现场有很多不一样新奇的东西。我们创客嘉年华就明天再跟大家见面啦。